话说那宋朝处理之事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哀鸿遍野。继续赵县那时开荒建成，振兴百业，素行野美，耕耘数亿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然后民各干其事，安其素，落其业，莘莘学子人才辈出，迎金榜题名日，车水马龙，琼楼玉宇，见盛世繁华时。外敌入侵，那便募兵应战，突飞突袭，这就前将巡逻，纵有千灾百难，亦有奇谋妙计来应对。上得神父庇佑，下受祖先负责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技艺进步，名人造访，好一派欣欣向荣新景象。正所谓服侍新人换旧人，借问诸君可愿一试这送上繁华。